哦，马超是为韩信来发明，用一句话叫“金山银七”啊，吼，金山银七，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讲哦，你有一支衫，后七个衫板也好，衫数也好，七档也好，这边啊，这支大高机就上威严。哦，所以有一次啊，我去那个新加坡在唱这一首歌，他说“金山银七”什么意思？你搞我问我讲，我好像怕白，但是我唔知啊意思。哦，你问我就了解了。哦，因为你的后脚，然后一直要等三，还是八到要等七的，你拍都要用夹夹边。对，了解不？夹边我给你带，不是亲戚不打三七的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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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麻雀乌鸦呢？我怕麻雀，怕他这个镜头给烂了。一笑那三来，我那出来，这只讲的也无的，我一目了然呐。我注意，好厉害呀！讲的无，你望得出来？拜托，我咧拍麻将，你还搁咧包尿珠啊？哎呀！哇！我请教你的问题。哎，请问。二二二三四五六，安听几空？二二二三四。三秒进来印未出来，你就六。一数七万，带三哎，你你你带。带三一数七班，你带赛啦，带三两班。我多少钱？我多少钱猛收啊？啊对吧？麻雀会也变作中风会。是，这刚是听我讲一数七带三两，是不是？真厉害！因为三两三两是吊桥，是不是？我是在重写。已经笑死了。当然，亲情的部分，那对细些的哈，冇对细大人的。十几年前我有写一条歌，这条歌一直代表我心内遗憾啦。因为我伫个艺界三十二年啊，我妈妈永远唔捌伫个现场听过我任何一场表演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对对对，包括电视台拢样拢唔总唔捌看过，所以拢是透过电视吼在看咱三立的节目，看到讲啊，迄、那个阮后生伫遐咧主持节目，从来唔捌伫现场看过啦。其实，咱来碰过你啊，我讲两句话，碰过写这首歌。伊讲伊妈妈唔捌伫现场听过，但是咧我足感动诶。我做伊师啊，就是伫十几年前时阵，我妈妈过往诶时阵，伊伫现场第一摆唱这首歌给妈妈听。哦，所以迄款的感情，我感觉讲，就是讲今日这里大诶雨，所有人坐伫这个所在，真侪人伫厝诶看电视，咱所有迄个温暖是互相收听，经出来迄个爱。包括你不管在哪里，你得从啥，妈妈一定永远支持你。嗯，风风雨雨，咱拢会当过。嗯，但是心内迄点爱，袂当去哦消失去。嗯，所以这个歌好听，一定爱听。拍只棚啊，碰个爱唱。对，要唱。
你的身边，请你我。